我也是。叮叮叮叮叮叮叮。他说好吃啊，可爱小仓鼠。他应该有。好，他跑到哪里去了？超棒！哦，他在这里，他在躲，他在卫生纸里面吗？但是你们会把他抱出来玩吗？不知道。他抱出来，他会直接弄不见。怎么还？他超级小，很迷你，小仓鼠。你看他，他现在到底在哪里啊？应该在这边吗？因为根本抱不住。他是不是躲起来了？对，他躲到拿一个笼子装。他应该躲到这里面。那你这样就看不到它。哎，狗狗跑出来，陌生人不要。是欢乐狗狗。他第一次见，他是不知道谁家的狗。他第一次见，他怎么会跑到里面来？不知道呢。怎么黑？然后他出现了，他在这里。第一次见到他的人最好不要摸他，不然他会咬。对啊，他会咬你。他熟悉，他会痛吗？我看到被他咬。哇，好可爱哦。有一点。超欢乐。嗯、太多乐高了吧？不是乐高，这不是乐高吗？偶尔是 Pokemon， 这不是乐高，但是你们，嘿呀、啊，宝可梦，宝可梦吗？叮叮叮叮叮叮叮，没关系啊，我不想追他了，反正我也不知道他谁家的。